在这个舒适的晚上，观看球赛的各位观众，晚上好。在赛前仪式后，比赛就会开始。今天真是个好天气啊，好久没有啊这样的天气了，这样的天气也是好到没有朋友的那种啊。双方的球迷都互不示弱，现场的气氛也很热烈，我们感觉这样的天气泡个咖啡真是太爽了。好吧，让我先来喝口咖啡，静待比赛开始。这景象确实令人印象深刻，泰国队的国歌首先奏响，国歌响起。主裁判吹哨，比赛开始。中国对阵泰国，他们开出了战术角球，球转移到了右侧，选择地面球，他抬脚射门，险情暂时解除。球来到了左侧，解围到了安全地带。刚才是上半场最后的剧情了，中国的球员回到更衣室，可能会研究如何加强进攻。从比分上可以看出双方的谨慎，两队都没能改写比分。就上半场而言啊，你觉得双方交战的形势如何？好吧，目前看来今天非常让人沮丧，尤其是对射手而言，我觉得传球非常糟糕，没人给他们创造出什么像样的机会。非常有趣的半场就是没有进球，所以下半场比赛比分有变化也不要惊讶，目前是0-0。好的，现在比赛继续。位置很好，能起脚吗？双方都没有能够得，这次机会不错，绝佳的进球。下半场开局很精彩，第一次被扑出之后啊，反应很快，努力也没有白费。作为最后一道防线，门将如果处理得不够好，那就等着去球网里捡球吧。直塞，他选择低平球传中，八角怒射，有不有？有了！他们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进球。这球我上去都能打进，你觉得呢？他的跑位很不错，有效地利用了空间，使得传球找到他更加容易，这样的射门也更简单了。哇，他竟然踢偏了！至少他们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进攻。破门得分是球场上最重要的事，而在此刻也是最难的事。暂停补时时间已到，裁判的哨声响起，
这个结果很伤人，失败的伤痛显而易见。如果想要重整旗鼓，他们需要从这次失利中吸取教训。苗坤同学，能否谈谈你的看法？我觉得没有必要拐弯抹角，道理很简单，没有进球就不可能赢得比赛。在我看来，这样令人失望的结果只能在他们自己身上找原因。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，感谢本场比赛陪伴我们的专家苗坤。浩哥，我也要说声感谢。